快了啊，还有个三十米，暂停一下吧，由于时间怕不够用。小鲤鱼啊，不大，那个五七六斤，你看瞅这样就，看，能看见点黄色的就是啊。这是青鱼的话，咋哎出来了？在这小鲤鱼太漂亮了，活性高。这江里边的鲤鱼，这是面上最小的一条吧？大概四五斤还是可还是有的。哎呀，三四天没看到青鱼了，应该来一条了。能六番不？差不多，快了啊！上那个水面就是快了。在这个鲤鱼稍微小点，今天能最小一条，在这里一六五四五斤是能有。来，大家我拿我给你拿着杆，你去拿抄网。来吧，过来。上来了啊，四五斤个小鲤鱼，兄弟们啊，上岸了，再瞅着小啊，待着呢怎么有六七斤，慢慢讲啊。